期见。上一期呢做了一个高压锅炸鸡，特别的好吃，但是吧高压锅没有那么一下，就心里有点小小的失落，我以为他会那个。今天再试一次，听说最近干妈被某讯告了，所以他怕涨价，赶紧买了一瓶。然后腌鸡骨，腌制2个小时。为了它更好吃呢，再倒点甜辣酱。至于出来是什么味道呢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是觉得好吃。 OK， 时间到。就差不多了，看看今天会不会砰。好像放不下两根哎。OK， 刚刚好，它是通的，安全。虽然它第一次没炸，但不代表这次也不会炸。OK， 炸好了，现在来尝尝。来，粉丝先吃。没什么味道，同样和昨天那个炸鸡一样，肉特别的嫩，不会炸得特别干，特别柴。这还一拍一拍的小排骨，其实这就是猪的那个脊梁，我们叫它是龙骨。好了，这两根我也吃不完，拿一根给导演吧，免得他又说我吃独食。哎，等一下。你们觉得高压锅还能炸什么？